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简史奇观。众所周知，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后，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史称南宋。后来由于都城靠近前线，精兵经常被骚扰，而临安自唐宋以来一直是附属之地，所以南宋将都城迁往临安。而我们都知道，长江中下游的宋朝的古墓，除了数学土坑墓以外，主要是长方形的砖石墓，墓中除了金银器、瓷器外，还会有陶俑随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杭州发现一座南宋古墓。时间回到2013年11月份，当时杭州临安区郎毕村的几位村民在将军山脚下大土丘上修筑房屋时，无意间挖出一个大黑洞，而且可以看到洞口还有一些青砖。村民立马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村委会，村委会怀疑是他们挖到了古墓，随即上报了当地的文物部门。杭州市文物局立马派出考古队赶往现场，发现这处墓葬背靠将军山，前面还有一条小河，可以说是一处风水宝地。加上对现场的勘探推断，此处必有大墓。考古队经过走访村民了解到，将军山流传着埋葬了一位古代的大将军，但具体是哪一位却没人知道。在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后，杭州市文物局立马组织考古队进行抢救性的发掘。考古队顺着大洞的地方继续发掘，发现这座大土丘竟然是人工修建的，初步判断是大墓的封土堆。考古队经过挖掘后发现，大土丘是一层层熟土夯筑而成，而且每层熟土的颜色都不相同。专家们表示，这种封土堆在江南地区很少见，是典型的宋元古墓特征。考古队清理完封土后，出现了一个超大型的祭祀台，上面铺满了鹅卵石，平台四周还分布着排水沟。专家表示，这样设计的宋元墓在京南地区还是第一次发现。后来当墓室被打开后，专家们有些沮丧，原来墓室的墙壁上出现了三个盗洞，墓中值钱的文物早已经被洗劫一空。考古队员们只找到了几十枚铜钱，但是幸运的是，考古队在墓室里找到了两块墓志铭。通过对墓志铭的记载，可以确定墓志是南宋末年临安知府洪启卫。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但是专家们查阅大量宋史，关于此人的记载却很少。而这次出土的墓志铭可以说是补充了史料记载的缺失。墓志铭记载，南宋末年，洪启卫出任镇江知府，负责抗击元朝大军渡过长江。而在前往镇江就职时，还写下一封遗书，张贴在临安府各个地方，以表示与镇江共存亡。宋史记载，宋朝倾全国之力与元军决战失败后，作为江南门户的镇江知府洪启卫却弃城逃跑了。而在墓志铭中，洪启卫还为自己临阵逃跑辩解，大致意思是说不想投降当俘虏。南宋灭亡后，洪启卫回到了临安老家，从此便过上了隐居的生活，直到公元1294年去世。在了解完洪启卫的生平事迹后，专家们直呼这墓主也太不要脸了吧。但是他的墓葬却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尤其是墓志铭中对丁家洲之战以及贾似道被贬等历史事件的记载，对饱受争议的宋元之战进行了史料的补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为我们揭开了一些历史谜团。本期的简史奇观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评论、转发、点赞。